真的，他懂行，他送的那鼻烟闻着就是香纯。哎，慢着，老四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老牛可是你的好朋友，怎么今天你又闹着不让救他？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二哥呀，这壁虎断尾，蚯蚓结身，我可是保不了他啊。哎，这谁让他笨呢？谁让他背呀？别人捞足了就走，可他恋战着不去呀，他不听我劝。不是他那你放心，二哥，我已经跟监斩官打好了招呼，在刑场上对老牛关照着点儿，操刀的也用利索的手，怎么样，我算仁至义尽了吧？别的还有什么说的呀？啊，合着你早就料定老牛必死。圣命难违啊，二哥。人人都夸你长得好，大脸盘子颧骨高，张嘴一笑黄金腰，两脚如船你水桶腰。牛大人，牛大人。哎呦呵，怎么着，吃了吗？哟，吃了。您呢？哎，就别跟我说这句啊，我吃不下去。哟，怎么了您这是？跟他们说了多少遍了啊，这砂锅居的锅子他底下得架着火送过来，整个凉了，简直没法吃。你瞧瞧，他喂猪，猪都不吃啊！是是是，牛大人，您多大面子呀？您在这狱里头一天苦可都没吃过呀？得得得得得，废他妈什么话这是啊？这整天给我捐着这笼子里头，这还不叫受罪啊？是是是是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迟早不得出去吗？哎，牛大人。我跟您说件事儿，您听了可别不高兴啊。说说说，什么事儿？哎，牛大人，我刚才瞅见他们请红绫子来着。什么？请红绫了？是啊，这好像动大人才请红绫子吧。哎呀，请红绫了，好，好啊！我就等着这天呐。牛大人，怎么样，狱里头没难为您吧？说什么呢，他们难为我？就咱王爷这么大的面子，他们不得好好伺候啊？切！哎，我说这圣旨怎么还不到啊？什么圣旨？恩旨啊。恩旨？得，等着吧啊，到了时辰有好戏看。那玩意儿你要刀不架在脖子上的时候，请都请不来。为什么呀？他假呗。你想想，他举手
这刀不落，嘿，那多透着真呐！啊，二哥，你不好好的把玩你的烟壶，你斜着眼睛瞄我干什么呀？我在想啊，你怎么就这么松心呢？那边在砍头呢。这时候啊，恐怕红笔还没画上呢，得等一会儿。我在琢磨着，这傻小子，他一准惦记着那个恩旨呢。哎，老四，这朝廷里头但凡一求情，那法外开恩的事儿多了去了，真傻头的还真没有几个。这老牛啊，真有点冤呐、啊！贪赃枉法，理应正法，无话可说。我说老四啊，这可不像你的口气啊。哎，二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吃着朝廷的俸禄，我胳膊肘能向外拐吗？我看你舍不得他死，恐怕是舍不得那五钱银子一两的金花鼻烟吧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老牛孝敬的这鼻烟啊，孝敬的真地道。可他这一走，得，二哥，以后这份孝心就归我了，我一准少不了你的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什么意思不意思的？咱们哥俩谁跟谁呀、啊？时辰到了。我说啊，监斩内，下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牛大人，您说。我大牢里有几本书，麻烦你给我送家去。成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还有什么吩咐？没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点红啊，点完了红就送您上路了。哎，户部正堂牛锡坤贪赃枉法，特奉旨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刽子手。哎，我说慢着慢着啊，恩旨啊，恩旨还没到呢。哎，我说监斩内，再等等。等等什么呀？等四王爷，等恩旨。哎，我给老四扛事儿，他就这么把我坑了啊。老四，你这个狗娘养的，你他妈骗了我，你啊，你把我陷进来，你保你自个儿啊，你斩。哎，得嘞，这人呐算是没了，可惜啊。老四啊，你说他到了地底下不会恨你吧？这叫什么话呀，这要恨也得恨咱们俩啊。我虽然没有求情，可是你也没有求下来呀、啊、咱们俩差不多。这才像你老四说的话。办什么事儿总得拉个垫背的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也说不定是件好事儿。起码粤海关的70万两银子那事儿这就算结了，我耳朵根子底下也落了个清净。二哥，一提起银子，
太后那儿可是永远没个完呢。哎，踏实一件是一件。踏实？我怎么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呢？二哥，我觉得太后那儿还没完。怎么讲？怎么说太后也不能服了咱们的软儿，不是？这件事儿早晚他得找不回来。哎，二哥啊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说。啊，你说。昨天晚上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做梦？怪梦。怪梦？我梦见啊，老五他回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老五。哎，谁呀？闹这么大动静。老五，出大事了，说是杀了户部的尚书，全去看热闹了。哟，这事儿可不小，咱们这是碰上头彩了呀，上来就是大场面啊。老徐啊，你那什么，你把你兰姐送到客栈去，快活，咱俩瞧瞧热闹去。今儿朝廷大行，热闹，我也瞧瞧。看什么看？你看行，你兰姐是女流之辈，看杀人，想什么呢你？拿出来着，快活。哎，走。哎，